十九元买正宗文山好三七，就来南昌、上饶、宜春、新余、吉安井冈山宾馆一楼都市严选，赣州赣南日报社旁等十地市都市严选。云南文山产地直供，外形饱满坚实，表面光滑，省去中间加价环节，从原产地直接到各都市严选。买正宗好三七就来都市严选，品质好，价格低，优级三七低至每斤99元起。提报你当家上海一发财，欢迎重点去关于浙江帅丰电器官方播出的提报广告。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丰集成灶就是这么健康。关提报当家就是我们开心。我是阿兹，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这样精彩，老阿兹先来讲一下今日观点。亲近自然过端午，粗阿兹心莫做主。室内运动好简单，锻炼身体不太难。素材搭配牛仔裤，跟得带如一起出。哎，端午节马上就到了哈！哎，萌萌啊，有些打算要到哪里玩？嗯，我想带着我们家的宝贝去亲近一下大自然。哦，太自然啊！嗯，有山又有水。哎，这山就算了，咱不爬山，毕竟带着宝宝呢。哦，有水有树就够了。就我们带自己去啊！嗯，哎，可简单了，跟着姐姐还有人龙，我们马上出发。今天我们驱车来到了位于南昌市西北郊约30公里处毗邻鄱阳湖的象山森林公园。这个地方最近实在是太火了，刷遍朋友圈。那我们今天也出来走走瞧瞧。今天呢，我和陈老师来到了象山森林公园。据说这里有梦幻清新的森林，但是因为我不是南昌人，所以我没有来过这儿。不要说是你了，连我都没有真正的逛过这里。你没有来过，那正好，我没来过，你也没来过，那我们一起，然后也带着电器机前的观众，我们一起在这走一走吧。走。象山森林公园总面积1667.5公顷，森林面积1201公顷。公园环境优雅，景色迷人，山清水秀，是冬暖夏凉。夏季最高温度比南昌市低了5到8度，非常适合旅游、避暑、度假、疗养、观鸟。说起观鸟，陈老师，我想考你一下，你说在这个象山森林公园里面，什么才是最多的？那当然是树木绿植是最多的了。嗯，你说的没错，但是呢，其实这里很适合观鸟，所以这里的白鹭也很多。这就对了嘛，只有好的生态环境才可以吸引这些鸟禽到这里来。对，在象山森林公园，每年的3月到7月就会有数十万羽鹭鸟相继飞抵于此栖息繁衍，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的游客和鸟类专家前来游览和考察，形成鄱阳湖畔奇特的森林候鸟景观，所以它还有鹭鸟王国的美誉。陈老师，你知道我看到眼前的这幅景色，我想起了一个人。什么人？陶渊明。陶渊明？为什么？就是那种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嘛。是的是的，确实是啊，就隐匿山间然后归隐山间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是特别喜欢。城市的喧嚣太闹腾了，如果到一个这样的地方脚步放下来的话，哎呀，我觉得人特别特别的悠闲。哇，你是这种人啊？对啊，我其实我特别喜欢安静的一个人，看不出来吧？是不是跟外貌非常不符？嗯，其实我是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安静的，你不觉得这里太美了吗？感觉一个人就坐在这个画里面一样，对不对？是。象山森林公园就是一座天然的氧吧，即便你来到这里什么也不干，只是走走逛逛，呼吸呼吸，都会有一种洗涤肺部的感觉。林木葱郁，树木成荫，还有这些镶嵌在林海中的小木屋、小别墅，如果你正好有空在这里住上一晚，还能在宁静之间细品细品人生啊。其实到了夏天呢，就应该多看看绿色。嗯，就很舒服，给人非常清凉的感觉。对啊对啊，你再看看后面就一排一排的小别墅哈，如果住在这里绝对有种哎呀世外桃源的感觉，很享受。嗯，城市里的生活总是那么的匆忙，有的时候我们都来不及去思索匆忙是为了什么。匆忙不过也是为了有一天可以不那么匆忙而已。那么此时电视机前的你，不妨也放慢自己的步伐，来一次短暂的旅行，跟我们一样走走，用力的呼吸。其实生活处处有花开，静下你的心来，便可以感受这弥足珍贵的一切。
老板，这个地方还可以吧？嗯，这个森林公园还真是不错，可以带着家人呢一块去扎帐篷。嗯，运气好的话还能看见白鹭呢。是啊，我媳妇牛到了个种地方绝对喜欢。嗯，上次我带第一个案件还是变成烧烤，气氛是特别个浓烈。嗯，带上家人，带上烧烤，带上帐篷，哇，可以玩上一整天。嗯，还要带上那个好心情。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轻易的广告，广告是由天道尽在旅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真朋友，真享受，一甜真香起床照，有一甜无油烟。金阳六种坚果六六六，六种坚果营养六，液体坚果吸收六，每日一瓶心情六，生活智取更易吸收。六种坚果一瓶就够六啦！金阳六种坚果。广告是由尽在继续欢迎大家回到由浙江帅丰电器冠名播出的体育广告。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丰提成灶就是这么健康。好，接下来我们来谈到呀，现在叫禁止个装饰啊。所谓禁止个装饰，第一，各个村庄要得体，第二，再发一个禁止个装，再搭上一个小配饰，广告就叫发廊点睛。接下来个时间，我就带大家看一看现在市啊特别流行个视频。除了能辨明是非的灵魂之外，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耀眼珠宝了。别以为珠宝只是高贵财富的象征，个性和生活也是它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它个性的一面吧。你会发现今年很流行这种编织的手绳或者是项链，那如果你不会的话，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定要仔细看了，因为我们就要教大家一个非常符合自我个性的一款这种编绳。那首先我们这边准备的是红绳，是不是？红绳。像红绳的这种粗细度或者是长度有什么讲究吗？要根据我们的那个配这种转运珠的大小买的。如果说比较大的，我们会选择稍微粗一点的绳子。如果是那种比较小的转运珠的话，我们都是拿那种比较细的，搭配起来的话更协调一点。那今天呢，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哈，我们选的还是比较大一点的。好嘞。我看这边有一个有几个非常漂亮、颜色很鲜艳的这种小装饰品，它这个也是绳子编出来的。对，也是绳子编出来的，搭上来的话会感觉更好看一点。因为像我们这种小白很难编得这么漂亮，所以像这种的话，市面上其实有很多了，大家可以直接去购买。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开始来进行手编的手链，好不好？可以，好的。首先准备两根红绳，一人拉直，一人编织。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我们称左边的红绳为一号绳，右边的红绳为二号绳。首先，一号绳绕过二号绳和绷直的绳子，又从右边绕出来，拉紧就可以了。下面反着来，一号绳在二号绳的下面，二号绳又从下面绕出来，拉紧即可。循环这两个动作，如果没有看清，没关系，我们慢慢再来。编到你三分之一手围的长度后，剪掉多余的红绳，用火固定结头，然后串上你喜欢的饰品和装饰环，随便什么顺序什么颜色，一句话，只要你喜欢就行。串好这些小玩意儿，接着刚才的方法继续编绳，长度也是手围的三分之一就行。编好之后，剪掉多余的部分，固定一下结头，最后做一个可以伸缩的收尾，把两边的红绳，也就是四根绳子重叠在一起。还是用到开始的编织方法，只需要做一小段即可，具有中国风的编织手链就做好了。说个性化的定制还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如果你想让自己的性格凸显得更加突出的话，不妨可以选择一条你自己喜欢的代表自己的个性手链。
编织绣链蛮有意思的啊，不管是颜色还是色样，都可以自家代表。用现在流行的话叫 DIY， 既时尚又个性。好朋友们，自家都可以动手搞一本哈。另外呢，我觉得啊，各种装饰啊，只是让那个美锦上添花，要想种到从内到外的美，一定要用有眼光的礼包。所以不要丢了，扎西开始我们今天的锻炼。好，我开始拉伸。好，来，双脚打开跪姿，把胯尽量打开往前，来，双手抱住球，慢慢往上，再往后，注意下颌微收，拉伸我们腰腹部，保持匀速呼吸，来放松，好，还原。那我们站起来，双脚伸直，来，左手展开，再慢慢往前，好，保持稳定，匀速呼吸。好，来，右脚脚尖朝右边打开，对，在右手侧面展开，保持拉伸我们侧面腰腹部，匀速呼吸。好，来，我们换脚，椅子，再托起球往上，再慢慢往后，将身体展开，胸腔挺出来，保持匀速呼吸。好，还原，来，双脚伸直，右手再往前，好，保持，再稳。好，来，左脚往左边打开，对，在右手左手将身体展开，对，保持匀速呼吸，双脚尽量伸直，如果右脚伸不直可以稍微屈膝一点也可以。哎，教练，我们今天用的这个瑜伽球来拉伸是主要是哪个部位？对，我们的腰背部、腹部。哦，很多人这个腰背部、腹部平时都会感觉到酸痛，特别需要拉伸。对，对。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里没有这个瑜伽球的话，也能做同样的拉伸运动吗？可以啊，可以，可以撑在一个固定的物体上。嗯，对。只不过呢，比如说这个桌子。对对，椅子都可以。椅子都可以。对。其实拉伸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习惯啊。嗯。那在我们的凯文特的21天，减脂训练营当中，不仅有各式各样的减肥的一些运动可以让你轻松的减肥，而且还有非常专业的这个拉伸的教学，让你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一起来参加吧。好，我们开始，来，双脚打开，跪姿在地上，对，我们可以跪在垫子上，对，尽量把胯打开，来，舒老师左脚再往前一点，对，我们双手托起球。慢慢往上，对，再往后。好，现在我们的腰背部、腹部也可以拉伸，胸，对，下颌微收，下颌微收，我们保持匀速呼吸。好，慢慢还原。对，我们接下来站起来，双脚伸直，尽量伸直啊，来，左手，双脚展开。好，慢慢往前，好，保持，对，可以拉伸我们侧腿，对，还有大腿后侧。好，来换，右脚脚尖朝右边，对，双脚伸直，好，侧面，对，展开，对，可以拉伸我们侧腹部，保持匀速呼吸。换脚，这边，开，匀速啊，来抬起球，上往后，对，尽量可以尽量往后展开，对，当然要看自己的柔韧性啊，柔韧度，是匀速呼吸，对，舒老师右脚再往前一点，对，尽量把胯打开，好，数落下。好，双脚伸直，
对的，右手。对，脉源正纹，好，保持。然后来还原，左脚往左边。对，双脚伸直来，左手。好，如果双脚不能完全伸直的话，可以右脚可以稍微屈一点点。九轮拉伸，坚持拉伸几天之后呢，可以慢慢的改善你的柔韧性，就可以伸直了。对，很好 ，OK。好，开始伸展，来，双脚打开，尽量打开，迈开一次大步。好，屈膝，我们可以跪在垫子上。好，双脚托起球，慢慢往上。对，好，再往后延伸，让我们腰背部、腹部下颚微收。对，保持匀速呼吸，鼻吸口呼。对，好，来，往前，匀速。好，起，把双脚伸直，尽量伸直啊！来，左手伸出去，侧面展开。右脚往右展开，对，双脚尽量伸直，好，伸出右手，对，保持住，拉伸跟大腿内侧侧腹，好，来另一边，迈一大步，对，蹲下，好，吐气休息，好，再慢慢往后。尽量稳定住你的身体，对，很好，来，还原，请我双脚伸直，右手展开，再往前 ，OK， 保持，尽量稳定，控制好你的核心，对，来换手，左脚脚尖朝外。再展开，对，柔韧性呢，可以伸展的，可以每天坚持练啊，每天练一下会舒服很多。江明这个瑜伽有来拉伸那个腰背啊，同时好简单，好乖，真的是蛮好，特别适合于经常久坐的朋友，大家千万要坚持。好，接下来的时间休息，我们进行到广告，广告之后更多精彩内容不要错过，马上回来。让生活健康，我有我的小窍门，秘密来自帅风集成灶，油烟一触强心，噪音一瞬即静，美味一蒸就好，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集成灶就这么健康。喜讯，特大喜讯，江西第五届瑞士手表展6月19号盛大开幕，欧米伽、浪琴、梅花、三度士、天梭、浪驰、英纳格、西马等近100款瑞士原装进口手表没有中间商加价，全场2.5折起，中场价直销，2-3000元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手表，1万8000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爆款名表破冰价低至780元，每日限量20块，机械腕表限量聚会，瑞士原装进口机械表专柜价9880元，展会现价2980元，买一赠一，买金表赠手表，让你买1块表的价格带回2块表。江西第五届瑞士手表展6月19号到30号在南昌等5地市都市严选工厂店盛大举行，省台权威媒体全程联合监督，让您购买有保障更放心。令我怦然心动，怦然心动，长康纯酿红烧酱油，家常菜用绿泰，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长康康农基金，香味浓浓浓。
广告之后，现在继续欢迎回到浙江帅丰电视冠名播出的体坛广告。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丰继承灶就是这么健康。接下来新品种啊，啥句豪宅端上灶，今夜有你们给的人，喜家文艺有让人立竿见有长江一个人啊。收香牛仔骨需要的原材料有：牛仔骨、香菜、洋葱、姜片、黑胡椒、花生酱。原材料已经看完了，那我们这道菜的主要食材就是您手上这份牛仔骨，对不对？对对 对。这个是什么牛仔骨？这个是产自澳洲的。产自澳洲的，那它的肉质应该会更好吃一点，要更嫩一点。那我们应该怎么制作它呢？我们先腌制吧。我们往牛仔骨中加入洋葱、香菜、姜片。您这个倒下去的是？花生酱。哦，要用到花生酱。对。这个是不是这道菜的一个灵魂在里面？增香吧。增香。这个才是灵魂。这碗是什么？黑椒。黑椒。啊，酥香牛仔骨。黑椒。花生酱、黑椒、黑胡椒。就是鸡粉。鸡粉。放入鸡粉之后，充分拌匀。为了更好的入味，大家可以上手好好拌匀。我们要给这个牛排做个按摩，这样大概要给它按摩多长时间？5分钟左右吧。5分钟，给牛肉做个 SPA， 5分钟的时间以后，然后它就入味了，对不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步必不可少。因为我们选用的是澳洲牛排，嗯，所以说它那个肉质是比较嫩的。因为越好的食材，它用的调料就越少。你看，我们就是用了这三种东西。对，因为它本身的味道就很好。对对对对。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操作。是。我们开始煎牛仔骨，这个油很激烈啊，但是很香啊。想吃吧？想吃。这做过 SPA 的牛仔骨就是不一样。我们这样煎的时候，需要用什么火呢？下锅的时候油温稍微高一点，大概6到7成。等它这个面上这个形成的时候，再稍微火关小一点，变成中火。啊、对对对。那我们在家里面煎这种牛仔骨，一般是煎全熟吧，还是需要有个几分熟吗？全熟。那煎到哪一种状态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判定它是全熟呢？你可以拿筷子随意擦一下，戳一个洞。戳一个洞，如果没有血水就熟了。嗯，这个不用了，这个还没熟。你看这里还有骨头，这里还在冒血。但其实今天大厨教我们，这也是一个判断牛肉有没有全熟的一个小方法。对对对。牛仔骨全部煎熟之后，为了吃起来方便，大家可以改下刀，切成方便入口的大小。随后再起油锅，下入洋葱爆香。洋葱香味爆出，下入牛仔骨，下入调好的黑胡椒汁。翻炒均匀后，再下香菜，稍稍翻炒，酥香牛仔骨就可以盛盘上桌了。好，那么这道菜就做好了。我想问一下周厨啊，做这道菜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点呢？一个是腌制。嗯。腌制大概要5分钟以上，就是说一定要让它入味才好吃。对。嗯，那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呢，还有制作炒的时候就黑椒汁。黑椒汁嘛，市场上有，就是说它有现成的熬好的，直接倒进去加一点拌一下就可以了。就拌一下，但是有些里面可能就没有调味儿，所以这个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得尝一下。像我们因为食材比较高端，我们都是自己选用上好的牛肉熬制的，就是说就是这样。对，就像这个，这还剩一点点，我们都是自己用牛肉加胡椒，自己熬出来的盐啊、鸡精还有牛肉自己熬，要熬一个把小时才会有这么香喷喷的黑椒汁。那么其实我觉得这道菜呢，做起来也比较方便哈，也比较适合大家在家里面做。今天的酥香牛仔骨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牛仔骨为什么很福气啊，自甘东修就可以住上酒店里才能享受到个星级泰餐。而经常将近外国朋友都晓得，牛排到了上面一定要带备一个从素材叫洋葱哈，可以把洋葱啊是牛排一个黄金搭档，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好，过好个菜，弄上了哪个有客户先来商量商量。大家好，我叫宋日生，希望你们剩的菜给我爱人吃。大家好，
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美食ICD，我是子晴。咱们今天要送的这道菜呢是牛仔骨。这一道菜呢，说实话营养价值很高，因为牛肉嘛含有丰富的这个蛋白质。那我们今天这道菜呢依然是夫妻之间的互送，夫妻之间肯定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嘛，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那我们今天呢先把这道菜送给宋叔叔，由您来交给您的爱人，来送给他。你别握着，这是给您太太的。我问一下，家里面平时是谁做事儿？我做事，自告奋勇。我们做事是吧？您在家里做了哪些事？烧饭呢、嗯？那个收拾家里了，啥都是你做，基本上。那时候您在家干嘛呢？负责哪方面？负责园林。我们家因为有一个露台，外面那个种了很多。修身养性这一部分交给叔叔是不是？那您还是很辛苦的呀。我们今天要送给你们的这道菜呢是牛仔骨。平时在家里面弄这个牛肉会怎么弄？牛肉就是烧土豆哦，土豆炖牛肉，很好吃。那我们今天这道菜呢，配菜是用了洋葱，我觉得应该也会很香。一会儿回去我们尝一下好吗？那我们要来问一下啊，叔叔今天为什么会想到给爱人送到菜吃呢？因为他好吃呢。这个回答也真的是绝了。我们以往都是说因为爱人很辛苦，真的是很好吃。他有多好吃啊？他是比较口味比较好一点，就是爱吃是不是？吃货。阿姨自己也这么承认吗？嗯，还行吧，还行。您是他是有哪些表现让您觉得他非常的好吃？他就是他第一次嘛，你就是那个感觉啊，比较有味，有研究。对的。那像阿姨炒菜好吃吗？还可以。因为我要烧饭嘛，希望家里的人吃的美味一点，然后每天吃的又是不重复，对不对？你看他良苦用心啊。李女士说，虽然自己是爱美食之人，但是更爱给家人做出美食，她觉得这样很幸福。我觉得她是最不爱烧饭，要是我不在的话，她也就自己随便凑合凑合，随便凑合。那她，我觉得她不爱做是因为您有一颗爱做美食的心。您爱做饭吗？我也不爱做。你不爱做，那你还做得这么好？我最不愿做的就是不愿烧饭。真的啊？我什么事都愿做。可是您爱吃啊，阿姨。爱吃，希望有人伺候我。那今天呢？接着我们平台叔叔有什么话想要对阿姨说一下吗？好好表达表达。老妹辛苦了。做的都值了，谢谢。来的，幸福本来就很简单，粗茶淡饭，苦乐平淡亦相随。尽管人生路漫漫，但是只要彼此握住双手前行，陪伴就是最好的爱。一个儿子可以表达你的心意，给你浓浓的祝福。电视机前的人，如果你也想通过一个人来表达你的祝福，要想送给你最喜欢、最爱的人，也可以联系我们的提宝当家栏目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再好的本事也要靠个好身体。好，腰疼、腿疼、腰心酸痛，痛啊！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药材好，黑老虎、牛大力13味药材，舒筋健腰丸，强筋骨，驱疼痛。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对的。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粹中药，匠心传承，400多年了。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由电台的老蔡节目，国立新闻每天五点半准点奉献的地方放假，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起程造就是这么健康。明天五点半锁定光绪有道，开心快乐很地方。明天再见，拜拜。今天我们要做的这道菜，听说特别的好吃，叫什么名字？我们这道菜是老坛烧鸭，它的颜色酱红哈，是又香又鲜。我发现放这个红曲米哈，比这个冰糖的效果还要好。对，因为红曲米是天然的颜色嘛，颜色加上这个酱油的老猪的颜色提亮的话，这个颜色是酱香。